蚝油牛肉粉丝煲，蚝油牛肉粉丝煲的所有食材：蒜头切片，葱白切段，葱绿切葱花，辣椒切圈，洋葱顺纹切丝，宽粉泡软后略剪，牛肉片略切，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，蚝油始创品牌，滴滴香醇，鲜味十足，腌制、芡汁、拌炒样样行。蒜泥一小匙，糖一小匙，倒入酱油，混合均匀，大约静置十分钟，开中大火，倒入油，稍微润锅，牛肉下锅，将牛肉炒至半熟。使用蚝油腌制，肉片口感更滑嫩。开中小火，倒入油，放入蒜头、葱白、洋葱80克，炒至洋葱变透明。加入特级蚝油一大匙，拌炒出香气。倒入水，一秒完成香醇的锅底。泡好的宽粉下锅，稍微摊平，胡椒粉一小匙，米酒一大匙，稍作拌炒，摆上牛肉，盖上锅盖，转小火煮一分钟，打开锅盖，撒上葱花、辣椒圈，蚝油牛肉粉丝煲，真好真滋味。